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绿衣玩具的节目。我有一些磁力片，我要来用这些磁力片拼一套房子送给朵拉。这些就是磁力片，先把它们分类，按颜色分，紫色、红色，它一面有两种颜色，紫色及红色。它们都是有磁性的，这边的三角形也要分类，橙色对面是黄色、蓝色，还剩下一个半圆，我要开始来拼了。首先拿出红色的，这个是底面，底面拼四块，紫色的拼在旁边。把红色的围起来，这是一个展开图，我要把它立起来，做成立体的。红色拼在上面，半圆用它来当门，还有四个三角形。粉红色的两边都拼上了，我要送给朵拉的房子已经拼好了。哇，我好喜欢这房子啊，好有创意耶，都是用磁力片拼的，这里面我还可以进得去，可以躺在里面睡觉，还可以出来，太好了，好喜欢的房子啊。我用磁力片给朵拉拼了这一套房子，朵拉说她很有创意，她很喜欢，我也很高兴。感谢小朋友们的收看，喜欢请订阅我们，第一时间收看绿衣玩具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